各位创新创业宏图营的学员们，Stan 哥跟大家问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很多很多次创新创业的这个过程一些经验。那我相信宏图营有很多业师会提供很多宝贵的意见给大家，一定是你们在创新创业很重要一个过程。那我一直提倡的王道的思维，也就是要创造价值，考虑到利益平衡，才能够达到永续经营。我个人的一个基本经验呢，就是创新就是为了要创造价值，但是呢，创新除了创意以外，要有价值的引导，同时更重要是要能够落实，能够执行。那很清楚的，有很多我们不一定事先了解的，也就是创新相对是容易的，技术的创新相对容易，但是要让这个创新能够落实，尤其要教育市场，让它的价值能够让消费者或者使用者都认同的话，它要投入的资源呢，我常常讲，它至少要加一个零。甚至再加一个零，两个零，那所需要的时间呢，也是好几倍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能会忽略了这样一个挑战。基本上，如果要创造价值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时机。时机常常比你想象要成熟的时机呢，要晚很多。所以，一般做创业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到气场，你也要把你的资源能够保留，另外你的信心、你的热忱也能够一直能够保持。当时机到的时候，你能够掌握那个时机。那我就以我创业时候的一个案例跟大家做分享。1976年我创业之前，我已经做把。微处理器的学习机的构想以及雏形已经做出来了。后来创业以后，发现并不是很成熟，就一直拖，拖到1981年，我们都用 EDU80 一个学习机在国内弄了两三年，同时他那个实验手册也受到大家的欢迎，尤其对于学校的老师，他等于买的设备、实验的教材都是现成的。那个时候刚好我的同学魏哲先生呢，他从美国回来，我就请他帮我翻成英文。那后来他当国科会的主委。那有了这个工具呢，你要外销才有机会，英文的实验手册。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开始小教授一号外销，也受到全球的欢迎。后来宏基的员工呢？他跟我讲，我在国外碰到他，他说当年我是在大学里面都是小教授一号学习的学生，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是影响很大，但是你还是要气要够长，你要有那个热忱，掌握那个时机，时机要对。那今天小教授一号在英国还在卖，可以说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电脑。那虽然它的市场量是非常非常的小，但是真正来讲，要时机对，你要气要够长，才有机会掌握成功的成果。所以，利用这个实际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预祝大家在宏图营能够收获满满。谢谢，谢谢。